后援投手的表现。这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远，上去喽！大师兄这时候补上了一支两分的全垒打。打出去就知道绝对是留不住了，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林志胜今年个人的第五支的全垒打，第五号的全垒打，让比数线的蓝苹果变成超前的两分，7-5。哇，这也是一支相当重要的一个全垒打的出现。哇，每一个球都有尝试要拉长打，那中野哈被他掌握到了，所以主要的还是那个 timing。我现在了哈，这次全垒打的行程，今天也有不错的安打的一个表现。哦，这次全垒打让拉明戈的打线呢、比较有拉明戈的味道了。接着轮到中成佑，这也是本季有关大员被打的第四支的全垒打。那以团队的全垒打，大师兄的这一支全垒打也是今年呢拉明戈团队的第15支，目前呢在四队当中还是排名第3，全垒打的一个产量方面。哦，礼尚猛攻，感恩呐、对，感恩呐、我现在变胜投候选人，感恩呐、人生就是要多坚持一下，对，要坚持，坚持到最后。哦，礼尚猛攻，为了报答大师兄的恩情，我再上来投个两局了。是今天啊，没啦，去牛棚收操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应该是去收操了啦。应该是。再毛起来投两局，不要，还是要健健康康的回国，然后再回台湾。再来看一下。哦吼，真的是叫做被逮个正着，一打出去了，林志胜就知道有啦。球的位置正好在腰部附近，这对于林志胜